什么事啊？今晚我的生日会可以请花式调酒师来表演吗？他很帅嘞，我的姐妹一定会很高兴的。不可以啦，你才几岁哦，哪里可以喝酒？为什么不可以？我要花式调酒大帅哥。好好，可以可以，请他来调那个西瓜鲜奶给你姐妹喝 ，OK？ 耶！爸爸爸爸，有什么事哦？今晚可不可以请王明志来我们的家唱歌？我的 boyfriend 的偶像是王明志哎。哪里可能请到黄明志？他在北方。今晚是我的生日，你说好了什么都答应我的，为什么现在不给我请黄明志？嗯，好好，可以可以，不要哭不要哭，你要请黄明志就请黄明志，爸爸去那个北方跟他找回来给你 ，OK？ Yes， 爸爸爸爸爸爸，你要请谁来哦？我想请 B boy 来跳 break dance。好啊，你要请就请啦。请爵士来我们的家咚咚锵好吗？好啊，反正今天都要逗留。我要看爵士鼓表演。可以啊。我要看芭蕾舞。没问题。竖琴表演，小丑变魔术。对啦，全部通通叫来啊。我要看欧巴打的关斗。你要柔道、空手道还是要荷兰刀啊？都没有问题啊。爸爸，你的车很旧了嘞。我们请人在你的车上画画，画美美，让同学拍照好吗？反正要画就画给他整两卡的副驾，要不要？哎呦！射墙壁，以后都要射在墙壁了。